中沈腾特意和该女子保持距离。图源 at 贵圈那些是北京时间11月20日，由女网友晒出与中国男星沈腾一起约一吃火锅的照片，并配文和沈叔叔约个火锅。不过细看两人的合照却别有一番味道。女网友私照图源 at Robert 每日爆料，照片中沈腾穿着条纹的针织上衣，而一旁的美女高鼻梁尖下巴大眼睛，散发出浓重的网红气息。虽然是吃火锅，但装扮的也十分性感，修身深 V 的上衣展示着自己傲人的身材。不过在拍照时，沈腾不仅将双手交叉在胸前，更是一脸的严肃，似乎有意保持距离。对此不少网友在看到后大赞沈腾，尤其沈腾帽子上的英文 Brief 更是引得网友大笑。资料显示，沈腾是开心麻花舞台剧签约艺人。2015年11月3日，沈腾在成都向演员王琦求婚成功，结束12年爱情长跑。2016年3月17日，沈腾与王琦领结婚证。2018年8月22日，沈腾与王琦儿子出生。